久不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要去一个 dance 的 showcase， 就我们学校的一个舞蹈社的 showcase。然后我朋友有演出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准备去看这个演出了。然后现在是晚上的，也不是晚上了，下午四点多五点的样子，但是现在天已经黑了。然后这个演出是在七点半，那我们准备好的话就出发。因为太久没录 vlog， 现在有点害羞。好了，最近有点长漂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今天晚上的show会很好。住的城市从不下雪，记着最慢冷的感觉。好了，然后呢，现在呢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准备呢，现在我跟我室友打算去买个星巴克，然后再去看这个演出，然后我们现在出发。Hello， 那现在我们在进场啦，拿票了吗？我是 OK， 好，正在排队。拍视频啊 ，Hello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跳舞的女主角之一。开心吗 ？Enjoy 吗？好开心吗？我今天是门神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那个后台的时候，然后那个门是关着的，就是外面的人要进来必须要敲门，然后我给他们开门，我就这个姿势。You make me feel like Bobby Bobby 哟。下面几种是吧？一起雪猫下，山来一个 diamond。好了，结束了。
我知道这个奖我觉得非常开心。不是 enjoy 吗？刚刚那个 show enjoy 非常好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我又不是参与者，你参与者嘛，开心吗？那个有什么感受吗？可以讲一下。就还获得了一个 C 位的称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开心。那你开心？不是，这一段时日你是怎么过来的呢？听熊猫叫过来的，开心。听左岸的熊猫叫过来的，不要。这个，等一下来讲。旁边老外在看，没事，继续说。我们在后台，本来快死了，不知道有人突然喊起了舞，然后又跳了一遍，我们在后面排了十遍舞，非常勤恳。上次你应该有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，对吧 ？Enjoy 不是吗？下次还参加吗？参加。希望更多的那个观众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社团。再演一下。下。啊，你看旁边那个冰凌穿得很秀啊。Merry Christmas, Lonely, Lonely Christmas，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，还比我